都話 Smith 啊。好啦，咁今日咧又嚟整頭啦，因為咧對距離上次嚟整頭已經隔咗差唔多三個月啦。上次就整咗一個非常之紅嘅頭啦，咁可以睇翻呢條片。其實本身咧就冇諗住染啲好其他嘅顏色嘅，但係頭先智生喺度同我講話，今年都有個幾流行嘅顏色，咁咧就叫我試下染。特别还过敏，可能还是这些哟。好了，你是进入一个东西。咁大哥食咧，我系要漂头嘅，所以系啦，我又要再漂啦。我都希望今次会非常之成功，因为我头发已经烂到不得了，既然都整啦，既然都伤啦，就伤落去啦。系啦，所以咧，而家就漂头先。咁所以今日會染嘅顏色咧，就將會係大家應該近期有睇過 IU， 佢個頭髮咪又紫又藍咁樣嘅，咁類似係會染嗰一隻嘅 Ash 嘅系列，咁但係今次會染藍色，咁但係基於我個頭髮太藍上色嘅關係咧，雖然頭先髮型師有俾過嗰個顏色嗰個版我睇，但係因為咧出嚟個顏色係冇可能完全一樣嘅。所以我都唔知道想会变成咩色，都好耐冇整过蓝色咯，颇期待下今次都漂紧头，跟住我净系漂头顶发根嗰啲部分，因为下面已经漂过无数次嘅关系，所以就冇漂啦。然之后发型师仲帮我喷咗啲营养液，所以而家有少少湿湿地。哇，超白，再等多集，劲白。你看这里都是黄的，这个是最后一次的漂头发，好久都没漂漂到这样。我来了美容室已经三个多钟，终于漂完发，现在中间我忍住要去厕所，终于现在要上色了。我是漂了三次头中共，我等了三个钟就变成了这个颜色了。没错，因为阵间上个色呢是要比较梦幻一点，是比较 Ash 一点，总之要个底是很浅色才可以上到，所以呢又再次漂到这么浅色了。靓呢一个色，好耐冇染过蓝，今次呢个蓝咧系有少少渐变，其实因为咧我发尾实在太衰嘅关系，所以咧好难上色。但系我觉得有错就错咗，佢变咗一个渐变，呢边深蓝，跟住慢慢变灰蓝。因为预咗我洗头之后咧，跟住又会甩色噶嘛，咁所以甩完嘅色就会变呢一只色，应该系啦。其实我都唔知道，咁但系咧，其实我系谂住。不會洗頭的，因為真的沒辦法，真的漂得那麼辛苦，18點了，我剛才1點來，我只有7個小時。在日光之下呢，就是這樣的色，很漂亮的灰藍，真的很喜歡它。好藍啊，原來我的頭而家先知道，我琴日以為係好深色嘅。咁我好快咧就翻香港啦。咁我聽聞話咧，而家香港係好難買口罩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特登喺韓國咧就買咗啲口罩，諗住送俾大家。咁咧，係啦，咁樣呢一隻口罩，我就上網揾過啦，係醫院用嘅口罩嚟嘅。咁一盒裡面係有50個嘅。咁咧，我就會將呢啲口罩咧全部運翻香港。
因為頭先太興奮見到各位，所以我完全唔記得咗 vlog。所以啱啱咧收到口罩嘅各位朋友，你哋就會出現喺個 vlog 度啦。好不好看？這個顏色，你下次弄這個啦。可是這個要漂哎、欸。哎呀，我昨天洗頭洗頭髮的時候，我這樣子吹頭髮嘛，斷掉。真的，好可怕！我第一次看到我掉這麼多頭髮。但這個髮色真的給我睇。可是我真的要忍住一個禮拜不洗頭。我之後洗頭的會是22号。今天是18号，然后他昨天洗了头，然后他下次要到22号才能洗头，21号要一起出国。Oh my god！ 21号头会超臭。大家不用担心 ，Mira 说他会就是戴帽子，还好 Mira 现在是在冬天的时候染头发，如果是夏天的话，就流汗就会很不舒服。对，真的，所以夏天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看呢，可乐就是这样子的人。他就要剖这一张，他刚自己叫我剖的，不要陷害我。你就要剖吗？怎么这样子？好，那不要啊，那不要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这张很可爱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一直都很可爱。香港的 vlog 就到这边喽，也太快了吧，就结束了吗 ？Good。好，那如果喜欢今天 Mira 的影片呢，记得给个 like， 然后呢订阅 Mira 的频道，然后加入 Mira 的私密粉丝团，因为里面会有很多好康。好，那就这样说了。